大家好，我是傅兰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中文的数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我们再说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十二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、十八、十八、十九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、三十、三十、四十、四十、五十、五十、六十、六十、七十、七十、八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九十、一百、一百、一千、一千、一百万、一百万、四十八、四十八、八十三、八十三、一百二十、一百二十、两百七十八、两百七十八、三千四百五十九、三千四百五十九、六百五十四万、四千三百二十四、六百五十四万、四千三百二十四。我的电话是501-123-677。你的电话是322-462-608。他的电话是622-529-172。他的电话是234-908-461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数字就学到这儿，下次再见，再见。